简单好看的小叶子手绳，一夜暴富手绳的慢动作编法教程来喽！材料准备：首先将两根九十厘米长的姜黄色十八股股线对齐后中间对折，然后挂上一根辅助线后用夹子固定。线绳先从中间左右分开，捏住开始同时往同一个方向拧，这里两边一定是往同一个方向拧。 拧到拧不动时，就左右交换，接着继续拧，交换拧，就这样一直拧，大概一点五至二厘米左右长。捏住尾端着，然后把下边的线绳先捋开捋顺，之后就先将最上边的这根从左边拉到右边来，下边的后边这根则从右边拉到左边去，这样一个无痕开头就完成了。 接下来就从最上边的这根开始，先向后绕到左边两根的中间，然后从上边拉回到右边。换左边最外侧的这根，也是先向后绕到右边两根的中间，然后从上边拉回到左边。再次换右边，向后绕到中间，回到右边、左边、右边。之后就是继续左右重复的往下编四股辫即可。 四股变边的长度要从头开始算，一直编到净手围的一半长度。编到后，接下来就是开始编小叶子。先将其中一根绿色股线对折后，找到中间位置，然后放在四股变尾端这的下边。右边先从上边绕一圈后，接着搭在下边主线的上边，绕过主线，从线圈中穿出来，拉紧。 这里一定要绑住四股辫的尾端，再来一次。绿色股线找到中间位置后，放在主线的下边，右边先围着上边绕一圈后，接着搭在下边主线的上边，穿出来后拉紧。这就是斜卷结挂线的方法。之后就用相同的方法把剩下的三根挂好。 等五根全部都挂好后，就先将右边最上边的这根拉下来后，以它为轴线，下边的四根为绕线，依次打斜卷结。绕线搭在轴线上，绕过轴线穿出来后拉紧。接着再次搭在轴线上，绕过轴线穿出来后拉紧。换下一根，也是先搭在轴线上，穿出来后拉紧。接着再次搭在轴线上，穿出来后拉紧。下一根。 这里每根都要打一组完整的斜卷结，一组完整的斜卷结一定是连续编两次，每次都是搭在轴线的上边。等四根绕线都编完后，将轴线搭在主线上，打半个斜卷结，这样第一排就全编好了。换左边，也是以最上边这根为轴线，剩下的线绳为绕线，依次打斜卷结，绕线搭在轴线上，穿出来后拉紧。 接着再次搭在轴线上，穿出来后拉紧，换下一根，之后的编法都是一样的，就直接加速跳过了。等最后一根绕线编好后，也是将轴线搭在轴线上打半个斜卷结，这样左边第一竖排也完成了。之后就再次将右边最上边的这根拉下来后打第二竖排，第二竖排的编法和第一竖排是一样的。 每次四根都打好后，最后轴线别忘了搭在主线上，打半个斜卷结。换左边，左边的编法和之前也完全一样。等第二竖排也完全编好了后，就继续用相同的方法往下编，一直将小叶子的形状完全的编出来。这里我两边都各编了八排。等编到最后一排的时候，注意，最后这个轴线就不用编了。 左边也是一样，四根都打好斜卷结后，最后的轴线不用编。翻过来，将两根轴线左上右下的交叉过来，然后以左边这根为轴线，右边这根为绕线，打反斜卷结。绕线搭轴线下边穿下去后拉紧，接着再次搭轴线下边穿下去后拉紧，这里一定要将松开的拉紧了。取下来。 将剩余的绿色骨线全部都剪掉，打火机烧粘后按在背面，看小叶子就完成了。之后就可以先穿上配饰，然后固定好，继续往后编。先挑出最上边的两根，将它们左上右下的交叉过来，然后从左边最外侧这根开始，向后绕到右边的中间，回到左边。 换右边，向后绕到左边的中间，回到右边，继续换左边、右边，之后就是继续重复的往下编四股辫，一直编到我们合适的手围为止。等到编好后，整齐的捏住取下来，先换到左手食指上，准备编金刚结尾扣，下边的两根先整齐的绕大拇指一圈，后边要压在尾端这。 然后是上边的两根，先整齐的绕食指一圈后，退下大拇指上的线圈穿过去。这里也是压在尾端这，先拉紧下边的两根，然后退下食指的线圈，捏住翻过来，继续用上边的两根绕食指一圈后穿过线圈，这里要压在前一个上。还是先拉紧下边的两根后，退下食指的线圈翻过来，继续再来一次。 上边的两根绕食指一圈后穿过线圈，这里每次都是压在前一个的上边，还是先拉紧下边的两根后退下食指的线圈翻过来。现在我是觉得尾扣还有点小，所以就再编了一次。如果你觉得尾扣大小合适了，就不用再编这次了。刚才翻过来后，像这样直接拉紧下边的两根就可以了，这样金刚结尾扣就完成了。 之后就可以把剩余的线绳剪掉，打火机烧粘一下，扣上尾扣，看，一条简单大方的小叶子手绳就完成了。你学会了吗？